呃自己都好啊，呃少少先啦，呃住先啦，花姐我大隻咗好多噶啦，冚柒啦塊面。你觉得呢首歌点样？哇！呢首歌自掘坟墓咯，嗰难系几方面嘅难，尤其是个 range 好阔啦。嗯，同埋我觉得最难系个情绪好难，即系要点样入到戏咧？咁我又睇紧你唱嘅时候，我就知道啊，你已经好快你入咗落首歌度，你有好多。你好像已經在個台上一樣那這個是我很很喜歡的，這個是 你都要自己讚一下自己，我覺得你值得，是這個 V 字值得的、yeah， 所以多謝教授耶錄完第三次音了，那呢今天呢第三次呢就是補錄一些嘻嘻嘻的氣聲啦， 令到這個今次這個歌更加豐富啦，咁我哋幕後大功臣卡叔叔，耶、yeah ，多謝你。咁我哋就期待一下呢個歌嘅最後尾嘅結果係點樣？我哋嘅成果係一個係啊，到我俾心機啦。耶、yeah ，歡迎嚟到豬仔嘅 MV Vlog 沒巨龍，今日都係沒巨龍嘅。咁咧，今日咧係我人生第一個 solo MV 的拍攝現場啦，咁所以就有啲緊張啦，同埋有啲凍啦，我依家有啲口窒啦，咁咧我哋陣間再見啦。今天呢就是拍 MV 的第一天，现在正在做的是第一个造型，这个造型是做什么的呢？我也有点 confused 的，但是应该是跳舞的造型来的，正在就会画一条画两边白色的眼线，跟着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造型来的，正在就会拍了一些 mood shot 先，跟着和女主角 Fish 的一些的眼神交流，一些的 mood shot。 那个 MV 角色我是一个，其实我是一个天使来的，但是在 MV 里面没有很详细地告诉大家字的，是要大家找一找线索的，所以是咯，大家看完 MV 再看这个 vlog 应该会 get 到的，我估我现在解释完。女主角 Fish 就是我分裂出来的一个类似恶魔的形象的生物啦，跟着就我们会有些、交流这样的，是咯。這個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擦指甲油，未試過擦指甲的。我今次這個 MV 會有兩個造型，一個是穿白色衣服、好像天使那樣的感覺的。那我這套衣服呢，我後面呢是有是這樣的，噴噴噴噴，好像被人抓了一下這樣的 feel。 這首歌呢其實是說、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呢，我們作為一個人呢，其實很多時候會否決自己另外擁有的一面的，即是其實這個世界有正就有反，有黑暗就有光明的啦，所以很多時候，但很多人就會特登去忽略自己不好的那一面咯，但其實老實來說，我們都要接受自己的那一面咯。我第一次擦指甲油的，那是什麼感覺？很不像我的手，我以前呢我都是會咬手指甲的，我手指甲沒可能擦到指甲油的，因為個指甲是爛曬的，但是我是不知道無啦啦上年突然之間可能疫情啦，咁啱疫情成日戴口罩啦，冇得咬指甲啦，就突然之間戒咗，我就留到指甲，我可以日日剪指甲添，依家仲，咁依家起碼係可以見到個 shape 咯。Bye.
好似就冇啦，跟住冇唔可以再拍一個嗰啲叫 master， 所以要分開再拍，所以陣間得最後一次機會係放盡佢。第一次有少少有少少驚失平衡啦，因為個沙好滑咧，個人唔夠膽放膽去做咧，所以啲動作係睇落去有啲拘謹嘅，就唔夠放，唔夠大，唔夠靚，所以頭先睇到係有啲肉酸嘅係。咁陣間就唔理啦，放盡去做就好啲咯。應該黑色的指甲顏色啦，跟住個妝都會轉少少啦，跟住係有少少。依家個 look 係比較有少少天使的成分啦，咁但係陣間就係比較 dark 啲嘅惡魔少少嘅 feel， 都幾期待嘅，因為都幾好玩。頭先都跳跳下，係最尾嗰次係覺得一有 feel 啦，開始陣間跟翻頭先個 feel 咯 ，OK 嘅 ，OK 就得啦。唔好呃你啊！呃自己都好啊，呃少少先啦，呃住先啦。花姐，我大隻咗好多噶啦，紅曬啦，太面。我似嗰啲咧，外國嗰啲唱嗰啲死亡 rock and roll 嗰啲咧。哇！嗰啲咧 ，heavy metal 嗰啲 ，heavy metal 嘅 friend。其實咧，我個人都已經好高嘅，你呢對鞋咧，起碼都10cm 啦，係嘛？即係我應該會高過193啦，而家。依家就轉咗裝啦，跟住就第二個勁啦，跟住要放個波波，放個波波玩遊戲，應該就係拍跳舞，跟住就要拍今日就。我未算攰嘅，大家攰啲咯。